这一组。那接下来同样是两两对抗，我们有请杨迪、刘雨昕。那我的 pose 是这样，这个动作好不好？很难。雨昕，你呢？那我撩衣服吧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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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建议你撩衣服的同时稍微跳一下，就是这样。行，我建议你把衣服脱下来盖在杨迪头上。绝了吧？那我换动作。同样是十秒钟，八个数字，做好准备，开始。现在就开始挡了。音乐起。你在干什么？不是学唱歌吗？不是啊，就上面那个。快快快！快点，快去啊！不是要学唱歌吗？快去啊！快去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不知道是同一首歌，我以为要重新听一次歌。故意放水了，是这样？你这什么意思？谢谢谢谢迪哥，我们赢了，见到耶！访问你一下，刚才伟霆跟海涛是不是同一个音乐？哎呀，做梦没想到两趴是一模一样的规则，我以为双人以后换歌了。哎，你看你师傅有多么的难过。没事没事，可以剪。他眼睛里面有泪。别哭，我觉得要让他死得明白一点，就是真正能让他比一次。如果这次一样，我肯定是每个都卡拍的。我跟你讲，可以给你再一次机会，但剪肯定是剪刚才没有的。5分我们都觉得赢得不光彩。没事没事，给你们算，给你们算，给你们算。